失误 ，Kenny Manning 已经速度开起来了。杨敬敏切入到禁区之后，球出到界外，有没有要到犯规？小黑曾博玉在第三节也来到球场上，先来看一下这一球。哦，这个球一定是犯规了。哦，手部的接触，而且还不止一只手哦。但裁判最后好像犯规没有给，而是认为球出界。所以要透过 IRS 的系统来检视一下刚刚在篮底下发生的状况。嗯。那工程师的团队犯规已经来到五次了，哦，所以是工程师针对刚刚的球权提出挑战。所以确实是没有吹判犯规的。看到包括左手跟右手好像都有下去，我觉得曾博玉可能也认为这个哨音是吹他犯规，所以他就举手了。对，因为不太可能去争球权的说，哎，这个球是我碰的。那感觉上曾博玉的左手是又扫到这一颗球了。嗯。确实哦，那就是工程师的挑战失败了。嗯。球权依然在国王队的手上，国王要发底线球。漂亮啊，杨敬敏的空手走位。就像我们在中场报道。